我叫小浪，是名建筑工人。气候变暖导致灾难发生，滔天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。幸运的我找到了一块木筏，我要努力的生存下去。看来那群老鹰是不会过来了，这些就全部拆掉吧。浪叔，快下来！哎呀，秀妹子失忆了，这叽叽喳喳的毛病倒是没改，大早起又叫啥呢？咋了，秀妹子？还有，你要叫我浪哥。嘿嘿，你这长相，我没叫爷爷就已经是我嘴下留情喽。这嘴比以前还毒。对了，叫我什么事啊，秀妹子？你看你这房子刷的这是啥色啊？也太抽象了吧！看这颜色，我都怀疑刷这房子人的智商和审美呀。嘿嘿，对对对，秀妹子说的极是，这可是你刷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啊？你说啥？没事，秀妹子。来，把刷子交给我，我重新粉刷一下。完了。别废话，快拿出来。哎，好吧，给你。这回估计新房又完蛋了，指不定又搞出啥奇葩颜色了呢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。哎，我就说吧，自己都说自己审美有问题的人能刷出什么好看的颜色？看看这色儿，房顶直接就给我绿了，红配绿赛狗屁，他还干得贼开心，我也是醉了。哎，前方好像有个小岛，秀妹子，你快下来看，前面有个小岛，咱们要不要上去啊？小岛，我看看，就是耶。不过上去干啥呀？干啥？当然是上去搜刮资源呀，岛上还有好多水果呢，咱们可以摘回来吃。水果？快走，咱们赶紧过去呀，我去洗毛。哎，这妹子失忆了，但是吃货的本性难移呀，出发。哇塞，浪叔，这岛上真的有好多水果呀。那是，现在知道我没骗你的吧？走，咱们登岛。那么远跳不过去呀、啊！嘿嘿，看我的，还是搭天梯，咱们就可以直接登上这个小岛了。哇哦，快点，浪叔，我要吃水果。嘿，搞定，快上来，秀妹子，跟着我跳。哦，嘿，哇塞，看大西瓜。秀妹子，别光知道吃，记得多收集点资源哈。明白。那好，咱俩分头行动。咦，这后面还有个空投箱，太棒了，先捡了再说。让我看看都有啥。这是，我的天啊，是个老式收音机，试一试。咦，是好的，太棒了，真的还可以用哎。秀妹子，你看我发现了啥。哇，那是收音机哎，快给我。不能给你，大早起还气我，要叫我爷爷呢。浪叔。哼，小浪，宇宙最棒！哎，得，别这么肉麻了，给你行了吧？哦耶！小浪，这玩意儿真能用？那是，我刚才试过了，你试试，秀妹子。好嘞！哇塞，真的可以收听，太棒了！我天，这收音机还能这么用？看来这玩意儿可能有大用啊！我说秀妹子，你能不能关掉？万一弄坏了可咋整？不要，这是我的，我要跟着音乐一起跳舞，保持好身材，塑造出完美的曲线。哎，秀妹子终于睡下了。另外，今天捡到这个收音机，它还可以正常的使用，也让我挺意外的。我感觉生活又看到了希望，冥冥之中有种预感，这个收音机绝对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救援组织。晚安了。我坚信明天会更好的。